哎，玄子安安，哇，那天你是不是有偷偷来看？因为那天有显示你点了喜欢，但是我在聊天室跟你打招呼，你没有理我。你最近过得怎样？你好像就只有开上次那一次就之后就没开台了，对不对？听说今年会很糟糕，怎么糟糕？把聊天室拉进来，因为是人严重的，这样才能看到留言。我看得到你们的留言，可是你们会看不到啊。但是就是，因为你们知道我有那个搬运工搬去那个哔哩哔哩吗？然后就是他们那边的环境是觉得聊天室是多余的。而且那边就是会有一些语言限制，你们知道吧？就是有些关键字就不能打。如果你们在聊天室聊到政治啊，或是卡某个黄色卡通人物啊，那部影片你就不能丢在哔哩哔哩了。我那时候就是有那个啊，很早以前的那些记录档，不是记录档，那个精华，就是因为放聊天室。然后就是有些内容，他们说他们那边可能没有办法接受，可能会播出来，但是可能会被封锁、下架账号那一种。对，所以才会开始没放聊天室。你有发现团团啊、阿神那些，团团、阿神，我们啊，不是说他们啊，就我们这些有搬去哔哩哔哩，就开始没有放那个聊天室，就是这原因，对吧？黄色的熊熊，应该是啦。所以就是那边不能，就是能不放聊天室就不放聊天室啊，不然你那部影片也没有收益啊什么的，也很亏啊。懂了吗？没有啊，因为这个事情是之前在 YT 有讲过一次啊，没有在 FB 这边讲，因为你们也算是比较新的观众啊，所以再提一次啊。然后这边再提一次，就是星星这个东西，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是3:7，我7他们3这样子。什么？听不懂？吃蜂蜜的吗？我知道他有个朋友是粉红色小猪啦。Moco 啊，我其实可以玩魔兽世界，因为。最近 Moco 他们在玩，我其实可以玩魔兽世界，可是玩魔兽世界你们又更看不懂了。魔兽世界就真的是打怪练功的游戏啊。可是之后的版本我就真的都没摸了，感觉很脱节。啊，这个随便找了，这个青菜啊，好像说之前有看到2019说今年。是庚子年，祭司野味居然猜中了，哎呦！我玩魔兽人不，不多人有玩啊，而且他们玩的不是经典服哦，他们是玩那个正式服，所以我可以把我的本尊开出来了。但是开出来的条件是，我要把我的。联盟角色转去部落，那再就是转去部落要再换那个伺服器。总之我要花至少900块，没有，我要花1350块。然后包月450，转阵营450，然后转伺服器450，所以我过去就是要花1350元，也可以花450块，就是从头练啊。只是，可是这样觉得。因为你对一只角色有爱，你就会一直想要把那只角色练起来，这样子。2019是最好的一年吗？不知道
阿西有没有在我这啊？成员清单，啊，你低能，你就没有在我这边哦。就从头吧。不要，你等于是你经营一个 YT， 你又从头开始那种感觉，不一样。你又不是说我今天我的 YT 马上就有百万订阅，然后就是再开一支新的账号，这样我无所谓。可是这个就是账号刚起步，已经很难练了，再练一支又难练起来哦。今年会有两个灾难啊，人要向前看啊。虽然我也很怀念很多事情。好友的巨魔之地，秀秀飞高高，你才16等哦，你是白痴，你怎么可能打完明灯笼啊？16等连明灯笼都还没过好吗？我记得打完明灯笼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打完明灯笼是解放15等，好、哦、抱歉，我道歉。你到哪里了？我先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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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，我去地系找你，你在哪里？嗨，我打完了哈。好、哦，我刚道歉了哈。我很早就把你的台停掉了，因为我看你等下冲进来会有回应。嗯。2050年，听说有第三次世界大战。2050年，我都几岁了、啊？2050年。再加30岁，哇，我都70几岁了、欸、不怕不怕。很多任务要50起跳，不是不是，我跟你说、哦、现在你会看到这个 MR 等级跟 HR 等级， HR 等级就是魔物世界的那个等级啊，我们现在是冰原，冰原是 MR， 所以他要来到 MR 等级好像就是要从现在开始吧。对，所以他16等开始才要从 MR 开始， MR0 开始，所以他如果要来我的世界的话，他至少要100等。就是我刚刚打的巨魔之地那边是一直，那边算是野外地图，会一直可以一直叫怪出来，一直升怪的地方、啊、那个地方就是高等可以去低等，但是低等不能来高等的地图，懂吗？好，来自深渊有没有看过？干，我在问你啊。啊？啊？什么？来自深渊？没有没有。靠，废物！就是能力越高的人可以去越危险的地方，可是能力越低的人就只能去低等的地方。好啊，这个很正常啊。Hey。对，所以你不能越级来到我的世界，但是我可以去你的世界玩。啊，嘿，啊，我有30啊。什么30？水哦，30公分呐、啊。哎呀，不是，他的动画不能跳过，我看的有点痛苦。哎、欸，魔物猎人世界。魔物猎人就是要享受动画好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开分身，我是也要再看一次吗？当然啊，分身的话可以。当然啊，他就是主打动画好吗？他做的这么优质的，很多人 PS 4有魔物猎人，但是 PC 又买，他们是说 PS 4是享受体验，游戏体验，对，抢先体验。RPS 4是享受游戏化，不、啊、，PC 是享受游戏化质。2728，那也才差3-4岁而已，那还好啊。没有，你看到我本人会觉得我更不像30岁，对吧，秀秀？对啊，很屁啊！啊，不是、啊，看看哪边可以静音哦。封锁秀秀，踢出秀秀，哎、欸，伺服器遭拒听，好啦，静音就好了。什么静音？啥耶？你也太久了吧？
所以我就说我先跑我的东西啊。你慢慢跑啊，我跟观众聊天啊，反正下午轻松排啊。哎，他的雪地做的好逼真，我走路他会有痕迹。我那天有画爱心呢，你都没在看我的小剧场哦。我有啊。有啊，那我的小剧场是画什么爱心？我是放着，我没有很仔细去看。你根本就没看呐、啊，连挂台也要我提醒你才来挂的。没有，我没有办法那么常挂台。哎、欸，贤子，你给我你的Steam好友吧。魔物菜鸡，来啊！反正刚到巨魔，第一件事情就赶快练到100等。你100等巨魔才可以一次有很多等级高的可以用。像我目前巨魔最高也只是两个七，有三个七，两个一。啊天啊，这个雪地好好玩啊！这个三个七，两个一。你想重等？我们之前是靠一个任务冲起来的啦，惩戒任务。活动啊，现在应该没了。反正就是你打的魔物越多，因为你魔物越多，经验加越高，然后会打那么多魔物，是因为你魔物多，他们的血量会变低，那也变得比较好打，所以你打很多只魔物。之前有个叫色彩缤纷啊，一次打四只魔物，那你等级就大概打三场会升一等，两张场升一等。像你只要看到有这种后面，这种 HRM 啊点数加成，就是练等用的任务。哎、欸，对，贤子，你有没有打这个啊？永远的梦想二，是打这个的。扑扑怪，打这只摇曳曼的。资讯部分可以传图片啊，你就是会要你拍那个订阅证明啊。我是说，因为现在支持者不多，然后最近支持的人又是我勉强记得起来的 ID， 所以我其实都有印象说你们谁订阅了我。好了，很可爱了，没有啦，更可爱的是这个，等一下哦。设定姿势，这个，什么声音？你看不能，为什么？不是私讯粉专可以丢照片图片吗？哦，这个你要花钱买哦，这个姿势你要花钱买。这个姿势是花钱买的。我找我Steam的好友加你，新增好友，好友代码，
干，我被放鸽子。干啥小？发送讯息。我不放鸽子，不然我其实现在应该不会在家。哈，活该。什么活该？有人揪吃饭，结果后来什么都没讲，连不揪了也没讲。有空传个贺图好了。哎呦，请求邀请。XIA 这个是你哦？怎么取这名字啊？跟你的 ID 完全不搭嘎。哎，任务到哪里了啦？我很无聊哎。他还在跑动画。你好烂哦！吃什么？随便定时，推荐定时啊！吃什么？哦，你是说人家叫你吃什么？啊？没有，老居打的，干什么？嘿，有人骂脏话啦！你刚刚是骂骂干你老师？对，对不起。活动参加是手机不能传图片吗？也可以啊，很多是很多手机之前是传手机，然后加我来讲什么？传啊，等下卡到音哦 ，YT 的那个订阅，我在打这是什么冰鱼龙？嘿，对，我在打他。怎么了？参加我在迷茫。你在打了吗？他有说可以发出救难信号了吗？他没有急，没有写。是我要自己打的意思啊！你该不会在探索吧？我不知道，我接了任务。你是接任务？哦哦，就是它不是会有红色的那个任务的圈圈？你在探索，那个叫探索。你都已经玩这么久了，如果你要我进去的话，你要发出救难信号。不能发哎、欸！好，那你就一个打了，加油！我已经好久没有打，我看。啊，双刀很久没打，还是一样好吗？左键、右键、左右键一起按，扛出来一下而已。有什么难？很。那我跟你讲哦，你可以右键按三下，然后再加个 C。就是那个钩爪，你可以右键按三下，然后派生钩爪，很帅哦。好，我试试。我试给观众看。任务清单，猎人笔记。嗯，不是，锻炼区域是。哦，对啊，哎、欸，你返回来，你返回再接一次任务就可以了。哦，好。等我找找安全的。感谢张俊，我都忘记这件事情啦。更变装备。很帅、欸，一二三 ，Go！ 好不顺手，我天、啊！为什么？哦，我最近在玩《古剑奇谭》。哦，最近的那个吗？对，我莫名其妙就会按到别的东西去。你可以改设定啊，什么海豚你要怎么用？
变装备。大哈欠。啊，你好了没？你出来了没？我出来了。他在接任务啊。我在接了。啊，好久没来了。布莱恩对不对？哦，我跟你讲，我这几天才在提你说，好不容易才记起你的名字，结果你都没出现了。有没有开心？我记得你的名字了。我可能不会用。没有没有，我好不容易，这是好不容易记起来。因为最近一堆英文名字跟一些中文名字要翻来翻去的，好不容易记起来。参加集会区内没有啊？哦，我再上去啊，等一下。你在上船？上去集会区域。你不用。我都习惯有人，我就会上来接啊。嗯，嗯嗯嗯嗯嗯，小屁友。嗯，没看到你啊，集会区没看到人啊。有啊。我没看到你、啊。没有吗？你是在温泉区吗？哦，白痴哦，你还没过主线，所以还没有参加。你祖先要到一个地方才能来这边泡温泉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对，你就可以泼人家水，很北西。比较担心的是你们彼此看不到对方的留言呐、啊。那照理那个我是一定看得到你们的留言。就你们在聊天室打字，我是用 OBS 那间的聊天室在看，所以是不会漏掉你们讲话。啊，可能你们会觉得我有时候自言自语在念什么鬼东西，就是因为我看到了你们看不到的东西。天啊，听起来超可怕。比如说，明明那个海豚有回应贝蒂。可是我就念了一大串，背地好像想说奇怪，你在念啥小那种感觉。你不会热哦，穿这样。他让我穿这样的、啊，我还会打他打到一半，突然觉得很冷。你要喝热饮啊！你不喝热饮的话，你的那个耐力会下降。有，我后来有。那通常我后来才发现，好，通常营地外面你过来，通常走不到十步就会有这个。就有辣椒碱了。哦。嘿，等我一下哦、喔。走吧。这是什么武器？笛子。哦。你瞧不起的武器。我没有瞧不起，我只觉得它为什么这么大一坑，然后有声音。因为每种武器都有两个派声啊。像双刀的另外一个就是片手剑啊。啊，锤子的另外一种就是笛子啊。然后大剑第另外一个就是太刀啊，就两个流派啊。我这叫长柄锤呢。嗯，怎么冰与龙的调查这么低？为什么？有了。他为什么要把我倒这边？哦，我看到了。因为他在那里啊。好，开始看你打哦。